头。谢谢蓝电汉的飞机儿，抽一下，滚动酒桶，都时间到了，没完了，怎么一顿 A 呢？抽一下，炸。肉弹冲击接平 A 扣一下，炸平 A 不灭，来触发，吃个药，你咋生了呢？滚动酒桶呀，没炸，没炸到，没蓝了，肉弹冲击 A 一下走了。怎么蓝不太够用啊？砸！滚动酒桶用的太多了。完了，骑士！右弹冲击 A 一下。组什么呢？我觉得组 E 好啊。塔眼闪现 E 一下套点烟，再见。亮牌，派追，小傻瓜。再见。组什么技能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主义不会减少 CD， 那主义他干嘛？组 W 吧。怎么不会？净放屁！会不会玩酒桶啊？谁跟你说主义不减CD的？谁？你再跟我说一遍。炼金罐。时间到了，右桶啊，右桶！我知道那酒桶主 W， 可是我打的是那螃蟹，我就主 E 了。我 E 的 CD 越快，我那越能耗他血，我就拱他，拱完以后 A 不灭就跑，拱完以后就跑，拱完就跑。W 技能不能敲，敲出来可能我就死了。滚动酒桶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喝酒，哎呦，喝酒，滚动酒桶，来一杯吧。哎呀，右弹冲击。抽一下，喝酒接平 A， 喝酒不上了。哎，喝酒，肉弹冲击 A 一下，滚动酒桶套点烟接桶的炸，一
接大。哦哟，别急啊！哟哇，这么痛啊！怎么不找大？问的好，我找大晚大，他不都死了吗？这有什么关系？好像没什么关系。喝酒，滚动酒桶，打个眼儿。右弹冲击 A 一下，滚动酒桶，砸。右弹冲击 A 一下，滚动酒桶，砸。折磨他，滚动酒桶，我看你补不补兵。右弹冲击 A 一下，滚动酒桶，这波没点燃呢。喝酒，右弹冲击 A 一下，滚动酒桶砸，接大，砸，好闪现。哎呦我天，喝酒，右弹冲击 A 一下，致命点燃，炸，喝酒，右弹冲击，放了。我的小啤酒，小啤酒肚。出兵权嘛，螃蟹要出什么玩意儿呢？要不俺们吸地海呀，算了吧，护甲海幼桶啊。现在我感觉我能跟他硬打，他都打不过我。滚动酒桶没打着，喝酒，右弹冲击，打吧。喝酒砸，滚动酒桶右弹冲击，喝酒砸，真脆呀，小螃蟹呀。这么脆还妄想跟我幼童打架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
是打鼻。在这等了一会儿吧，喝酒又弹冲击滚动酒桶回来，喝酒又弹冲击砸，喝酒又弹冲击砸，我创这不一血塔拿下了吗？好，回家了。我是不是应该来一个冰心儿？来一杯吧。这家伙这不这没人打得动啊，这去下路这不直接无敌了吗？我舌头上起了个泡，哎呀真是有点烦啊。前的最后一杯，昨天晚上又感有点感冒了。咱别老那么脏行不行？来赶克一波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你们该躲起来了，你们确实应该躲起来了，因为我右弹冲击了。拱下路拆了的，女警怎么没了呢？女警干哈呢？我不又弹冲击你吗？给我回来，来，砸，喝酒，又弹冲击接闪现。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砸，勾谁呢？滚动酒桶，完了没打着。都时间到了，啥玩意儿？不就是个耗子吗？你瞅那薅着那破装备吧，还抓我呢！你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那薅着来，你给我出来来！我看你人儿搁哪呢？你今天不给我出来，我不拱你！你看着呢。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我再来个振奋。薅着还敢过来抓我，给他狠的。我们来本杀银书，出个振奋，来个反甲就完事，行不行？来一杯吧，或者来个巫妖，巫妖杀银书都行，都一个作用其实。
面具不让除了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没 AP 出什么振奋，那薅的是 AP 的。你看见他薅着吗？帮他们把下打拔了。是时候点评酒桶了。来，中路传一波。我操！右弹冲击接平 A， 滚动酒桶砸一下。喝酒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走位走位再走位 ，Q 一下减个速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赶紧杀我求你了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滚动酒桶还跟我打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再见。小小武器大师，这点区区也想杀酒桶。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再见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我们打个蛤蟆。还要吃我蛤蟆，那得有眼儿吧。我吓死了。喝酒砸一下，滚动酒桶大回来，致命点烟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滚动酒桶，小小锤石要杀我，喝酒，拱，又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平 A， 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。右弹滚动酒桶，那右弹冲击咋没把左边薅的给拱着呢？哎呀，这笨逼了啊！撞墙了！哎呀，被谁杀了？被薅着杀了呀！这薅着，让我来看一看下一件装备。我们说出什么来着？美甲窃魂卷是吧？来个美甲窃魂卷，我大不大？我就差一件装备了。我这些小啤酒人，这至少得有300斤了。妈呀，守护者！干来，兄弟，别怕！来来来来，直接给我往上冲来！右弹冲击砸一下，哦，喝酒，一闪打回来 ，Q 一下，喝酒，哇哦，这个锤石有点烦。右弹冲击砸一下，抽一下，喝酒，走了，喝酒，滚动酒桶，砸，砸，右弹冲击，我不能再扛塔了呀。
炸。碗豪上当了呀，滚动酒桶射我、嗯、你射我，我都给你砸了，扣一下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喝酒，滚动酒桶，喝酒砸，喝酒，右弹冲击接大招，滚动酒桶，喝酒走，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，喝酒砸，这锤石勾我太烦了，怎么一直勾啊？他永动机呀、啊，他不过锁魂典狱长给我们下当的没有关系啊。不要杀阴叔了，哎，会起来的，没关系，这都是随便起来，主要我就有点狼，我可以从现在开始一把不死。其实主要伤害来源还是防御塔，打了我1000多，他们三个根本就打不死我。我那喝酒喝一下子，我回400多滴血，我这双抗还减伤，嗯，还减20%。来打团，还找我们还干上了，尤其是这锤石，给我杀锤石，给我杀锤石，给我杀锤石，喝酒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好意砸回来，右弹冲击，喝酒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砸，平 A， 滚动酒桶，喝酒。对，哎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平 A， 一砸，扣。算了，那老靠着防御塔没劲，不打了，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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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龙大龙不跟对面打了，你要不出来，我不打了。你老是说着老个塔下，一整就说着，说着咱谁跟他们打呀？真是，那多不合适，回回都塔下，一整够勾塔里去了，一整够都勾塔里去了，我才不干呢。女警出来了，女警出来那不死了吗？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接回来，扣一下，给我干来，右弹冲击，滚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平 A， 又搁塔里边没劲，我撤了，没劲，跟你们玩没有劲，走位一个，喝酒，你给我出来，你敢出来吗？我问问你敢不敢出来啊？你别老搁塔里头，那有意思吗呢？又往塔里头跑，就们知道往塔里头跑。打小龙，不跟打，乐意跑跑去吧，不出来拉倒。
我打死那锤石，右弹冲击，闪现回来，喝酒，滚动酒桶，想闪现往右边拉，给我拱回来，你给我死！这锤石今天不杀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武器大师，滚动酒桶，砸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，砸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大回来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。滚动酒桶，拆中拆中拆中，锤石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要往塔里头跑，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那锤石跟防御塔就是连体型，我发现了。那锤石纯纯的，那就是连体婴啊！为啥我一个拱能回400多呀？我那前我打龙的时候才能回200多，为啥现在能回400多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法强问题吗？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来个钢铁合计，出一个水银海，来点印星，48印星，那锤石钩赏的印星不够，都时间到了，我大不大，我这腹肌大不大，下当了，这我一看这是要打大龙啊，谁打，喝酒，右弹冲击回来，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，这死了啊，给我斩了，不行啊，这边虚区有点高啊，我有点没扛住，我们一打五还是差点意思，完了，大龙没了，这 W 咋不放呢、杀音书可以卖了，那换个啥呀，杀音书没有东西换呢，换个狂徒啊，那巫妖跟杀人书其实伤害差不太多嘛，小龙嘛，小龙小龙，这波可以打小龙啊，答应行动
扫一下，这个耗子稍微得观察观察。肉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肉弹冲击回来哟，又杀锤子来，肉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说有肉弹冲击，哇，他这个韧性有点高。肉弹冲击哪来的武器大师？一闪，滚动酒桶扛塔来，喝酒，肉弹冲击砸一下，滚动酒桶接平 A， 喝酒，肉弹冲击，没有对影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龙没了，女警也好像也没去打去。你要不然你瞅一眼，你要有眼儿的话，女警其实没打，你可以瞅一下。啊，没了。杀人书换个金身可以操作一下，换个蓝盾吧。啊，换个金身，换个金身呢？没用啊，换个蓝盾吧。纯肉吧，纯肉了啊，纯肉，纯纯的。时间到了。这肉啊，越到后期啊，就越不行了。前期还行。前中期就比较的幼，打不动，越往后打越够呛。欢乐时光走吧，一起中推吧，别带了啊。那晚豪等一下，他复活，那螳螂马上升16，进个化，还想进化什么呢？你这螳螂不进化 Q 呢？对，进化个 Q 啊！来一杯吧！我再回去一趟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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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最后一趟，来出门 go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，来。肉弹冲击，看好维恩就稳。跟维恩问题不大呀，肉弹冲击。我想知道这螳螂是怎么死的？回来，蓝盾减速，上耗子。肉弹冲击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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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回来，那太打，老是这种，闪回防御塔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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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咱们打大龙。哪来的小心儿？俺们家螳螂。我把它炸回来啊！可以上路，我也没啥换的了，买点药吧。我这手里的桶跟扔在地上的桶好像也不是一个体积呀。我都十八级好久了，好久好久。哎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要刷了，小龙要刷了，走走走，先把小龙打了。小龙打了比较稳妥一点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。拉克斯 Q 挺准，哇！右弹冲击砸你一下，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砸你一下，下路直接，哇！右弹冲击砸回来 Q 一下，女警死，右弹冲击砸一下。套蓝盾，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一下，滚动酒桶接平 A， 喝酒砸一波，我操！这右桶要是后排不行。确实不太行，这玩意儿呢，蓄区太低了，只能